那我怎么才能跟我想要跟的人选一组呢？连老板吃得开心吗？算了，让你赢一次好了。算了，还是让你赢吧。买一送一，你要？但是我也不想让他输掉，一切都不是定数。你再推我一下嘛！你再看都不看我了，还没事。就你在那儿坐着看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就还挺，就是心安的吧。不行，那个是我说给孙一航的。你说，真话，真的，这真的是给我准备的。真的。想问问你们二位，对彼此，在彼此的眼中，你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对身边有连淮伟这样的朋友，是不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们都很开心。几勾画出了你，去琵琶中的音律谱曲出了你，盛装中的丝线晶莹，根根分明映衬着你，千帆历尽清醒，我有你，点一盏星星相映，远远守护你，你留给我的耳语不是爱意，策马疾驰昼夜四季，风花雪月都看尽，悄悄说最喜欢你怀里，要长相守也要听此刻重鸣，要心无间也要心眼角眉心，要两不一要坚定彼此，一起看天明，再等风清，要三月雨静夜清晰数星星，要上春光花秋尽繁华看尽，要哪怕一千万里心都呼应，和天白了双鬓也要一起，你说月明星稀，我说怎么现在感觉变成了一个什么恋爱访谈节目？是因为我心情不太好，我一旦只要就是大发雷霆的时候，他就要花双倍的时间来就是道歉。希望大家多多记住我吧。不知道去哪里学来了一招，就是装可爱那个道歉法。自己名字都会写成你是猪啊，像个小孩一样，很可爱。每重都代表我对你的感觉。那这个人特别好奇，主要是他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点，我会想要去研究。什么猫戏啊？北漂风吧，有没有？好奇，但你的一
绝我。现在需要人声啊。